那么阮家护理师从来从去照顾病人，恁家的病院敢有法度开？莫甲家己讲到遮尼啊高尚啦！你若真正遮尼啊神圣，你着一世人做护理师发圣光就好啊！你刚刚到老夫人家咧谈情漫色，甲做成黏条条，你会大讲真正从来从去，迄是因为你无才，敢来当做这款头路？莫聊天，我唔知影，你嘛是咧找机会，想要甲你技术再互腾落来。恁这病患啊，就是这种心态啦！潘小轩，莫阁废话啊！我替你决定，一亿。叫你带你回志成，这亿就是你的，你好好考虑。咱收一亿，安尼用哩。这亿，别安尼讲定。我就知，你这种人的人品哦，用钱就买会到啊。我话还没讲完，这一亿，我让你做护理师，摊给我开。病是恁家的，一天算你一万，一年365天，做二十七年就有够啊！安尼我就答应离开志成。你竟然跟我装笑的，安尼咱无啥物好讲啊！你准备换头路？啊，搁有，我绝对去恁家拜访你的爸母，问看伊是安怎教查某囝的，哪会这么憨啊？搞出这么失败的查某囝！等一下，你的钱还袂提走？什么意思啊？放下！你讲的明明是讲给白天的撞掉，快嘛呀！你那个是恰枪去嘛？要卡袂掉，不得了！小孩白人白目。黄雅慧，你敢跟我动手？你今仔对我做的代志，我一定要你的白目替你还。你才看我哪用钱，省恁白目的嘴皮，让恁知影自己有偌憨慢，让恁知影自己要干什么囝。你无尊重护理师。第二病院后背软硬打电话线，搁敢讲阮爸爸妈妈要干着电话搞性质派笑，我今日做一个跟你死。你我叫你，你啊啊！公公回去，阿爹，是嘞，我一定会搞性质派带你回去。喂，是嘞，最后，搁是被收为护理师，专搁收为护理师，专才给收为护理师，阿英公，你先讲啊，讲你无应该，你无。世界护理师，你辛苦，我不应该无礼貌。哎，记得，护理就是用来服务病人的，不是凊彩什么人拢在行入来。就算病是恁家开的，嘛是同款，同款的话，莫跟我讲第二遍啦。记得，你这看我哪跟你算？我今晚要上放假，要算哪我倒来再我算。啊，唔，莫过来病医算。你若是搁敢叫了病医，我就来帮你算。志成，我阿辉拄仔替他动手，我拢受伤啊！拄仔你用钱糟蹋人，还佫有，你其实护理师，你所讲每一句话，规病院的人拢听着。是你的爸爸乌白蛋去刺到广播的开关啊！一开始我就叫伊离开啊，是伊家唔知影尊重，硬要行入阮做工课的所在。江处长，拄只要对柯小轩动手，原因你应该真清楚。敢做敢担当，不管是病院的处罚，还是法律的责任，我拢会配合。你今日真超过啊！老夫人，真歹势。挂档的，做爸母的有做爸母的为难，我了解了。我是来叫雅慧甲志成回去的。志成，雅慧，咱来转。嗯。拄则有一阵护理师拍什么电话来找你，你也是紧闭去你爸爸的办公室。黄雅慧是假好人，是恁大家不知影。你先听了。